我是个老农民，今年86岁了，我叫黄广海。喜欢山上清静，我在这个地方啊，有着浓浓的广东腔。黄广海1927年生于广州，十岁的时候正当日本侵华，小小年纪就有一股爱国热血。17岁他就决定从军打日本鬼子。最先的是打在当游击队打日本人，游击队啊，他就目的是骚扰日本人，不让他们安宁。真正要把他打败的游击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就是骚扰他，使得不快乐，使得伤脑筋，使得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然后呢，日本人投降了，游击队变为正规军了，然后我们就成为正规军。就这么一路参军下去，1949年国军在国共内战中失利，他随部队转进海南岛。1950年四月，随陆军第64军131师撤退到台湾。我刚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从海南岛坐在那个大船上面，三天三夜才到了高雄港。高雄港啊，等了两三天，因为他后面还有大部队从海南岛撤来啊，等到大部队来了，那就一起调到花莲的凤林镇，啊，在凤林镇住了大概半年左右，又调回这个台南县台南市，在台南市大概也是一年左右了，那我就调到空军，调到空军的就嘉义飞机场。我到空军啊，就管理飞机场的自来水，只要有自来水，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来那段时间差不多两年，我就天天跑到嘉义的图书馆。黄广海原本只有小学程度，后来靠着上图书馆看书自修。他经常跟人家说，图书馆就是他的人生大学。我看那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书啊，我就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来两三年了，一些左派的书籍还没清理干净，那个图书馆里面有，我就专门看那个共产党的书。那共产党的书啊，《基本论》啊，《唯物论》啊，《无产阶级专政》啊，啊，这个毛泽东思想啊，马克思主义啊，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书啊，啊，这些我都看过。其中有一本《世界通史》，啊，写了个人类几千的历史。他说这个共产党出来很有道理的。1954年七月，黄广海和香港亲友通信时，满纸写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当时特务机关检查信件，这四封信全被查扣，只是一时没查出寄信人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部队到外面来啊，坐火车什么地方可以买班票，买班票就要登记部队什么部队什么人。那有一次我从桃园出来，我到新店志愿者街去看一个朋友，所以出来就登记买火车票。哎，一登记啊，他看都知道了，哦，黄广海登记了是哪一个部队。我要到新店，他就派一个特务啊到新店火车站等我了，啊，等我接见回来了，就到火车站买票要回部队了，哎，他就把我抓起来了。在保安司令部接受审讯时，黄光海坦白承认而未遭到刑求，只在进去当天，法官认为他态度傲慢，打了他一巴掌。黄光海在保安司令部关了三个多月。1954年11月，他被送到军法处接受审判。
同年11月30日，黄光海被以连续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动摇人心，判处无期徒刑。要一封信一大包嘛，啊，我是分开了一小包啊，几天几封，几天几封啊，这样啊，啊，所以他是说我连续犯罪啊。如果一大包寄一次的话，啊，判决比较轻一点。我连续寄啊，所以很多次犯罪，这个是连续犯罪，判得特别重。那个法庭开庭也没有旁观者，啊，亲属什么都不准看的。1955年，黄光海被送到新店安坑军人监狱，在那里关到1961年。这个地方原来它的名称是台湾军人监狱。这个围墙里面有五个大监房，当年五个大监房，三个是关政治犯，两个大监房是关普通的军事犯。我在里面整整被关了6年，在这个围墙里面就关了6年。这个监狱是我们政治犯坐牢当中最苦的、最苦难的一个地方。第一个，他那个监房里面人多，一个5平大的监房啊，关25个人，睡觉都很挤。第二个，伙食也差点，他们那个很黑暗，那个伙食也办得不好，对我们管理嘛又找麻烦。那么有年啊，这个围墙被吹倒了，原来都是红砖围墙，围墙吹倒了，他就临时扎的铁丝网，我们放风的时间就简短了，还可以放风在里面走一走，因为监牢里面啊就很少看到女人的。哎，围墙一吹倒了，这外面这条路啊，就还是一样啊，当时的那个泥土路面啊，哎，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走过去了，里面你看外面有什么，哦，大家头就转过来看女人了，这个就很那个，因为监牢里面很久都没看过女人嘛。中华民族的国魂唤醒了我们的迷梦，三民主义的洪流洗净了我们的心胸。1961年，黄光海被移送火烧岛的新生训导处。脱离黑暗，头上光明。从前在新生训导处的年代，那个时候每年10月31号是蒋介石的生日，叫总统诞辰。但每一年那一天到了，全处的新生都集合，天还没有亮，摸黑上山，到了这里嘛，差不多是黎明的时代了，还没有天大亮。那么队伍站在这里就面向台北，要三呼万岁。那执行官在前面，领导大家，呼喊，队伍在这里。全部集合在这里，执行官就说：“蒋总统万岁！”队伍里面的官兵、新生都一起举手：“蒋总统万岁！”跟着他讲。那个时代啊，我们的市长就反对他的，希望他早点死更好。啊，当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执行官喊你怎么就做个动作了，敷衍一下了？执行官就喊：“蒋总统万岁！”我们就来来来。这样就敷衍了事。那绿岛16平方公里啊，啊，我们随时可以到处可以跑，很自由，工作也不辛苦。所以那个地方是农场的生活，不是坐牢的生活，伙食又好，又有运动，啊，工作也不很重，啊，所以我们都很留恋那个地方。这种生活我只过了2年。1963年，台东东河乡的太原感训监狱刚盖好，黄光海跟其他政治犯一起移监来这里，编号23号。我在监牢啊，一心啊想要一个地球仪，
那么外面买来要打个报告不一定准。如果他买个你研究什么还你这个经济犯坐牢你还研究细节问题吗？怕他这样想就买不到。而且买的话我当时的钱要比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就想了几句用可能的方法来做一个。刚好有一天在防风墙外面有个大坑啊倒垃圾的。看到有这么一个排球在那里，我就当了宝贝捡起来了。捡起来了看看啊，它坏啊，地方的地方其他地方没有破，就在打气那个打气孔坏掉了。那我就用口吹着来，我用一个棉花啊什么把它塞起来，还可以用。那么我就很高兴，就拿着间房里面慢慢把那个油漆的地方啊把它全部都擦干净了，就开始做了。那做了有材料啊，那我手中有一本中学地理的教科书，里面每一个国家的地图都有。那我开始的最重要的选择一个北极的中心点，就是它这个大气嘴作为北极的中心点，正对面呢就是南极的中心点，这两点很重要。然后从那个地方就画经纬线了，经线啊36条，每一条就代表10度，然后南纬北纬都画好了，线要画得很准，不能一条大一条小，间隔距离都很准了，这样做那个丢弃才准。我前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那么我做好了以后啊，电脑里面他常常检查东西的，把你放着的东西全部检查看有没有违禁品。他如果看到我这个克兰地球仪看莫名其妙做这个干什么的啊，他一个不高兴就拿去丢掉了。所以我怕这样啊，我特别用一个布袋做了可以装这个地球仪的袋，我那个袋写明克兰地球仪学地理用具。1970年2月8日，太原监狱发生6名主张台独的政治犯杀害卫兵、抢夺枪械脱逃的太原事件，当局发动军队围捕，15天后将人犯全部逮捕。经过审判，枪毙了其中5名，另外1名则加重判刑15年6个月。当局为了严密管理，在绿岛改建高墙式监狱绿洲山庄，也就是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将所有政治犯全部集中到绿岛。台湾那么多个监狱啊，绿洲山庄那个感训监狱是最好的，它房间的窗啊大，光线要好，空气啊流通，不会有什么闷热啊。它那个监狱的盖的这个设计啊，饱和容量就是关1000个人。那么我们在那里最多也不过关400个人左右，所以楼上大间房都是空的。他们管理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温和。我们在坐牢30几年了，20几年了，都没有热水洗澡啊，冬天都是洗冷水澡啊。到了那个绿洲山庄啊，2年了，监狱长也开始有个热水设备啊。我们可以洗热水澡，3天洗1次，装了很多个脸盆头，打开脸盆头喷的都是热水，办伙食他也是要我们自己办的，我在哪里当伙食委员的当了好几次，伙食都办得很好。1975年，蒋介石总统去世，颁布特赦令，无期徒刑者减刑为15年。黄广海因已服刑21年，所以在蒋介石总统百日后立即获得开始。那监狱长啊，他把我们这些人呐、出狱的消息全部都办好了之后啊，他等蒋总统死亡满100天就释放。满100天的提前3天，他把所有减刑，可以出的人全部关在这个里面，那一天大概有100个人左右，那么还有3天就放出去了，
当然管理很松了，他里面的个房门通通不锁了，不关门了，晚上只有把这个大门关起来。那么我们就在那里散步了，大家当然很高兴了，都约要出去哦，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哪，出去要怎么联络啦？啊，那么我呢，我坐牢差三天就满21年，在这21年啊，我有个梦想，很想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哦，我找到一个机会了。突然间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那种快乐说不出来，好像已经解放了，解放了。那三天呢，我就争取着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出狱后没有自己的家，黄广海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赚钱讨生活。坐牢不要烦恼，一切生活都是政府的，都是不要钱的。啊，出去以后就要自力更生了。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钱只有3000块啊，30几年前呢、啊，一天的工资只有100块。那小工作做那个圣诞灯泡啊，那个一闪一闪那个小灯泡哦啊。有一天呢，我整整站在那工作了17个钟头，很辛苦。我坐牢天天都坐对地板，到那个地方天天都是站不能坐，也没办法啊。所以坐牢坐了1个多月啊，然后我就到台北，到台北也是我们这些人介绍我到一个小的工厂里面做了一个电视机里面那个小零件，在那里就做了9年。有一年呢、啊，台北中央日报的办事处啊，设在中孝西路，轰一下爆炸，中央日报，给国民党这个难看，啊，那国民党这个当然很生气啊，他就想啊，这些就是潘文范搞的鬼，啊，他就想想哪一个有可能，哪一个可能，就写在黑名单上面，一长串的黑名单，中间有黄广海一个名字，哎。过了几天，还带了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工厂那里找我了，又是黄先生谈话了，哎，某月某日哪一天，台北发生中央日报人用定时炸弹去爆炸，哪一天你在什么地方，你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见过什么人，你要交代清楚。那天我就告诉他，那天我当班，上班，我整天都在工厂上班，我要住在工厂楼上的宿舍，我都没有到外面去。那天我就整天都没有离开工厂，当然没有到过台北啊，就与我无关了。那后来嘛，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称之老烂友，就是波阳。波阳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是介绍我到这里来。那个时候波阳在这里六楼买了一户，他住在这里，他就介绍我到这里做这个大楼的管理员啊。那当时啊，这个大楼里面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波阳，一个是中华民国驻美国最后一任大使沈建宏。一年多啊，后来啊，有朋友啊说介绍我到高尔夫球场，哦，我就很高兴啊，我就梦想都梦到到高尔夫球场。这里就是球场第五栋的卖店，所谓卖店，高尔夫球场啊，它打5个洞就休息一下，这里面就卖冰水饮料给他们休息，上面是空的，我一个人住。那个时候李登辉当总统啊，他就常常到高尔球场来打球啊，这个是第五栋啊，他在那个地方发球，我在楼上，如果我要嫌弃他，那个手枪蹦一下就可以把总统打死了啊，所以他那个卫士啊，他都知道总统在这里发球了，他就先到外面上面去敲敲门，我在里面拿啊，他说哎，老大哥你在里面休息啊，我们来聊聊天啊，陪我谈话啊，等到总统发球完了，到了第六栋啊，他就走了。那这样的情形啊，有很多次。后来他对我也放心了，也不再每一次来找我了。1987年，黄广海
与几个退伍老兵发起回乡探亲运动。同年11月2日，蒋经国总统同意开放老兵返乡探亲。1988年1月14日，黄光海成为第一个外省人返乡探亲老兵团的领队。我们回去探亲那一天呢、就蒋经国死的第二天。那我弟弟嘛，我离开的时候他就10几岁，再看到他之后他已经50几岁了啊。要不是先前大家有相片召唤的话，看到都不认识了。一看到这样，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啊，就哭了。1989年，黄光海召集几十名从前军中的政治犯老兵难友，向政府争取恢复退伍军人福利运动，他被推为代表。那有一天呢、当时国民党的秘书长宋楚瑜来打球了，我看到他进到厕所里面，我就在这里等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我说：“宋秘书长你好。”他看看我说：“我是黄光海，是政治犯老兵，要向你们呢、申请那个永免这个退伍军人的福利。”他说：“哦，你就是黄光海呀、我找我的秘书找你啊，都没有找到啊。今天看到你刚好了，他问我你今天有没有空啊？我今天是礼拜天休息啊。他说好，我们一边打球一边谈。这里是第五栋，一直谈到第六栋、第七栋。但后来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后来终于争取到退伍军人的福利了。在牢里，黄光海就有环游世界的梦。退休后，他用政府发给的补偿金逐步展开他的梦。我在挂高尔夫球场工作了，那时我72岁了，看到这份补偿金可以领到了，我就不需要那么觉得辛苦去打工了。那我就离开挂高尔夫球场，搬到现在山上住了，等待领这个补偿金啊。那么后来就领到了，领了590万了。我在监牢里面，我有一个计划，我要环游世界，在那个以后啊，我就环游世界，那还有一部分呢、拿到家乡去，帮助我的姐姐弟弟啊，生活啊，就这样。我环游世界啊，在拿到补偿金之前这几年呢、我就已经开始了，到美国第一个最先是到美国，其他的欧洲。我环游世界，我就挑了这世界最强最富有的国家先看，落后的非洲以后看。那么我现在就世界5大洲都去过了，北极也去过了，去的国家有50几个，我总共花的钱大概200万了，花掉周游世界的钱。2012年世界人权日，文化部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举办系列活动，马英九总统亲颁感谢状给捐赠文物充实人权馆史料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黄光海为其中之一。我现在个人生活很快乐啊，住也好啊，我身体现在很健康，很可以走路啊。大概再过一个月左右啊，我就白内障比较差一点，看见的地方蒙蒙的。白内障开好的话，那我精神就很好啊，就很快乐啊。俺是巴西兰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是民主的光荣，你是为祖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现在我想起来的话，心里都有点哀伤。